本杰明的 Bucket List。坐着火车出国玩，国内这五趟列车一定要体验一次。一、北京至莫斯科 K3 K19 这段长达六天的路途上，你能看到蒙古高原、亚波罗诺夫山脉、贝加尔湖，然后翻过乌拉尔山区进入东欧平原，沿途的风景绝美至极。虽然停靠站都不超过20分钟，但是你可以分段购票享受旅程。二、北京乌兰巴托 K19 K23 列车可以带你探索神秘的蒙古国。随着列车驶离北京，高山变平原，拥挤变稀疏，黄土变雪地，你会感觉。三、南宁至河内，这趟列车每天都有，全程12个小时，直接带你体验东南亚的热情。四、乌鲁木齐至阿拉木图，在这趟列车上，你可以享受到一半是沙漠，一半是湖水，真的是标准的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。中国超震撼的10个景区建筑，你打卡了几个？一、黄门峡天门悬廊，真是一个敢设计，一个敢建造，然后个个都敢走啊。二、张家界百龙天梯，1分钟就可以带你登顶，看张家界群峰无比震撼。三、九族文化村，坐在缆车上看，就像乐高模型乐园一样梦幻。四、芙蓉镇，一个挂在瀑布上的古镇，晚上住在瀑布旁边，夜景真是百看不厌。五、梵净山，贵州的天空之城，手脚并用才能爬上去。六、大唐不夜城，夜晚灯火阑珊，当年的大唐盛世应该也是如此吧。七、鸟巢，近距离观察鸟巢，你才知道它是多么的庞大和震撼，晚上在奥体遛弯真的超级舒服。八、盘龙立交，重庆除了穿楼而过的轻轨，最震撼的还应该是盘龙立交了，走错一个口就是重庆一日游。九、珠海海洋公园，金沙馆号称是世界最大的水族箱，瞬间像沉浸到了亚特兰蒂斯王国。看完这些不得不惊叹，大自然鬼斧神工，人类的杰作也是叹为观止。30岁之前你必须打卡的8个地方，一、去婺源看春天的油菜花，看秋天的红叶。二、去重庆耍火锅吃小面，让你的味蕾大爆炸。三、去青海湖感受天海壮阔，在天宫一号拍上100张照片。四、去敦煌看飞天壁画，感受敦煌12时辰。五、去丽江，在最浪漫的古镇里喝杯酒，然后和朋友一起征服玉龙雪山。去上海，像个孩子一样在迪士尼里玩耍，晚上去外滩上吹吹风。七、去七小孔看地球上的绿色宝石，最后一定要在下雪的时候去一次故宫，看红墙白雪绿琉璃，并且集齐故宫。今天二娃要来介绍几个国内超级良心的景点，这才是景区该有的样子，建议收藏。一、故宫，平时门票60，淡季才40块钱，冬天去红墙白雪绿琉璃，它身后的景山公园更是良心，2块钱直接把故宫看全了，作为北京必去的景点是真真的良心。二、沙溪古镇，去云南大理啊，不妨到这个古镇来住一住，比起国内商业化扎堆的古镇，这真的是原生态了，来这里体验唯美的云南慢时光。三、西湖，一个不收费的5A景区，亭台楼阁、小桥流水，构成江南最美的风景线，租一个电瓶车40块钱，周边骑上一圈美滋滋。四、泰山，泰山归来不看岳，这是一个山上比山下物价便宜的地方，2块钱一瓶水，10块钱一顿早餐。当我背着从山脚80块钱租到的军大衣到了山顶，一看才20块钱的时候，我的内心又崩溃又欣慰。五、大唐不夜城，全天开放，全天免费，绚丽的灯光加上街道上各种唐文化表演，光这个就秒杀各个城市千篇一律的步行街了。